让你们在这撒野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将你们一网打尽，所有金丹一同为尽。今夜之后，青龙会再无被糟蹋。看来是我的药道造诣太高，让你们忽视了白爷的真正实力。九州阵法，起！不死金刚，没有时间再跟你耗下去了。此战我必须杀，否则我斗不可能。这绝不是金丹实力，你究竟是什么修为？杀你的修为！白小纯，你这条贱命拖得够久。传说中的天道金丹竟然真的存在，他是什么人啊？白小纯，白氏第五丹限量发售最后二十瓶。这37981封情书，正似我那流水无情的前半生。少祖神威，碾压三宗，万岁！哎呀，这都被你们看穿了。